下一张。这个好像像我们这样子。好，来看你们的左边。左边来。右边。好，来，再回到中间哦。谢谢。来到街头其实不容易耶，今天这个感受如何？我其实蛮开心的，因为我常来这一区，然后常常都看到很多那个街头艺人在表演，然后我也会站在旁边看，然后给他鼓励。对，然后今天自己站在这里，其实感受蛮不一样的，是跟我们站在台上唱歌不太一样，因为这边好像更贴近，更亲近我们的这个听众。是是是，真的可以面对面直接这样。看到大家的反应啊，而且其实很少有机会可以这么亲近，算是观众，然后来做演唱。对对对。那你为了这个，比如说要来当街头艺人，有做什么准备吗？因为我知道，就是在街头艺人他们的表演的乐器上面比较简单，是，要不就是 keyboard， 要不然就是吉他。对对，那因为我的歌是有经过很多编曲的嘛，然后我在家里有听了一下，就是吉他的版本，是，对，看怎么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对，然后其实呢，我也蛮希望可以感受到那种现场的那种临场的感觉啊。对，其实我蛮希望就是看到有什么状况，刚刚不是。那个麦克风闭一下，会很多那种临场的现场的状况需要解决，那种感觉我觉得蛮酷的。这真的是就是 life 的那种魅力所在。对，就是这种 life 就会有很多。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真的，对，所以来纯感受。而且大家可以听到，就是除了专辑，就是有编曲的版本，今天这个版本也算是独家，就是只有配合吉他。对对对对。对啊，那我们唱过。今天呢，还有一些小惊喜要给你。还有，我们邀请了你的荧幕老公来到现场，让我们欢迎温升豪。来了！天哪！他为了你特别来，老公，老公来了，老公来了，今天这个很久，很可怕。今天这个宇真算是挑战街头艺人大成功。真的很久不见哎。好像有差不多多久？两天，半年以上有。半年有，对，半年以上有，真的。今天算是升豪哥特别为了宇真来哦，听说你还买了这个100张他的专辑。谢谢你，真的帮我们冲销量，是这么好意思。等一下我会把我的账号转给你。Okay. 需要发票吗？因为我们太熟了，所以他特别跟我说，希望，因为我其实朋友 Anson， 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已经在发这个唱片的这个专辑封面在他们的社群网站上。当时我看到我就觉得，哎呦。因为宇真真的很不容易，对我来讲哦，他就是一个从演员转战到各个领域里面都表现非常好的人。哦，那这一点非常值得我的学习。是，没有没有，因为毕竟你算是他在这歌坛的前辈。是啊，你是前辈。对啊，你是前辈。我跟你讲，你演戏啊、唱歌啊、做生意都是我的前辈。但都不是太成功。要不要今天以这个前辈的这个姿态哦，然后来给宇真刚刚这个现场演出稍微讲个评，好吗？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歌手跟演员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因为我自己出过唱片嘛，也办过演唱会，我一直常跟我的歌手朋友说，我说当一个歌手最不容易的是什么？就是他必须在短时间之内，一上台就必须把观众所有的 focus 都放在自己身上，对，然后必须要在3分到5分钟之间把歌曲演绎到丝丝入扣，也走进观众的心里，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极度情感渲染力的工作。对，那对演员来说，我们演员可能要彩排，我们可能会 NG， 那我们的表现可能经过剪接，经过配乐，所以观众看到的是第二手的传播，但是歌手在台上，他往往是最直观、最直接的，所以我觉得转战歌手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相信你做的一定会很好。谢谢。那听完专辑以后呢，有没有什么心得要分享给我们宇真的？我觉得他是把这个唱片跟我们影像做一个非常好的结合，真的，因为他找了小豪来，蓝英正豪来当导演嘛。蓝英正豪大家知道他最近在台湾是亿万的票房导演。然后宇真能够请到他，想必你是花了重金啊。
啊，但是你没有找我演男主角这一点我耿耿于怀。哎呀，原来是这个样子，而且你还买了100张。对啊，对啊，对对对。那我们一起跟这个专辑先合个照好吗？我们来帮您收一下这个麦克风。先签个名。好，来来来，我要签高宇臻还是签我的？啊，你是签宇臻签名。来，我的专辑我签名。是的。来来来来来，我们来签个这个亲手签名。写老公。你写老公会从这里排到西门町吗？这个对宇臻来说应该也是第一次的体验哦，因为呢，这个专辑是热腾腾的，大家现在也可以在这个网络上面听得到。当然呢，它的实体专辑是有两个版本的哦，有一个是红色的版本，一个是黑色的版本哦，两个版本都非常的漂亮。好的，来中间喽，我们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大哥。好，来左边，你们的左边。好，左手边。来，再回到中间。回到中间，中间灰色衣服这边。右边。好，右边。我们视线往右边移动。OK。赖总统就职。520这么重要的时候啊，我们当然要做一件比较浪漫的事情啊，我们要请这个我们的生蚝哥有特别准备一束花朵。对对对对对对对，要来送给我们。这束花有特别的含义，真的是，它上面有一个这个微笑的笑脸。其实呢是他特别准备，因为他希望呢你这首歌都可以带给更多人满满的微笑。对，是生蚝哥今天送这个花，很久没送女孩子花了吧？此话怎说？应该都是送一些比较珍贵的这个珠宝，但是花呢礼轻情意重。因为是这样的，因为确实最近就是纷纷扰扰特别多嘛。是是。那我当然希望说宇臻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然后让我们这个带来一点活力，让我们明天的新闻版面能够多一点朝气，多一点微笑，所以把这个花送给他，然后也希望他代表我们普遍老百姓的心声，大家都希望微微笑过生活。是是是是是，而且呢，谢谢谢谢生蚝哥，谢谢谢谢。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而且笑起来也特别的漂亮嘛。真的很可爱。当然，除了这个花之外呢，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惊喜要送给两位了。好，跟这个花束呢，我散播给大家充满浪漫又有甜蜜感的花束。边小步，对对对啊，好。来中间，中间。好，来两位的左边，两位的左边。来，回到右边，右边，右边。来中间再一张。好，我们看一下中间。还有我是一个演员，微微一笑的你很美，都非常的好听。所以呢，大家我们要来送上一个值得庆祝的蛋糕，让我们送上这个象征好成。那也趁着今天这个宇臻来这边试胆的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喽。这个歌曲呢，三首歌都已经在串流平台上面呢已经播出喽。那我们也跟着这个成绩单算是开红盘哦，我们一起跟这个好成绩蛋糕来拍张照。好，来中间。那我们高宇臻呢，不只是一个成功的演员 CEO， 现在演而优则唱哦，出道22年来呢，首次跨足乐坛当歌坛的新人哦。4月9号这个个人的首张 EP《我是一个演员》已经发行了，出道以来呢，一直都非常勇于挑战。那这张专辑呢，也是浓缩了他演艺人生的精彩故事。MV 当然也不能错过喽，3首 MV 啊，都是3部曲的微电影。从凤凰开始看呢，大家就会有满满的惊喜哦，可以期待一下。谢谢谢谢。好，踏入这个歌坛哦，算是不容易了。前辈。勉励是吧？前辈前辈。前辈。勉励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要不要鼓励他再接再厉？因为他是出了迷你专辑，是不是应该要鼓励他出一张实体专辑，然后站上更多的舞台唱歌给大家听？我讲的勉励的话都很实际，因为我们认识十几年，你知道我是一个不服
花的。对，我是觉得我们产业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嘛。嗯。然后我们应该试着把我们的格局打开，然后结合不同的多媒体，然后每个人都应该斜杠。但是斜杠绝对不是只是玩票而已。对。如果你很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你应该更尽你的力量，让别人看见你的努力。你只要努力能被看见，我相信观众绝对会买单。好，谢谢，我会期待新的。是的，是的，台上十年功，台下十分钟，哎、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有点夸张，对。然后终究是一场空，想说让你们轻松一下嘛，对不对？今天很开心，请到我们生蚝哥哦，来到你的现场，给这个女生算是加油打气啦，因为今天这个试胆大会真的还好有你来。陪着我这样子算是大成功，真的吗？对啊，对啊，对啊，大成功。好，我们先谢谢我们的温生蚝，谢谢，谢谢特别来。好，那我们来拍张照。好，我们看中间的摄影。好，我们视线移到左手边，我们带这个绿色衣服还有渔夫帽的这个妹妹。好的，让我们再看视线往右边移动，看右边这边黑色衣服的摄影大姐。 OK， 好，那我们先来进行我们的电子媒体联访。